10月8日中午，鹿晗突然在微博公开介绍女朋友，网友大呼对象竟然是关晓彤，随后关晓彤也发文称哎呀妈，并艾特鹿晗。对于这样的消息，网友都表示很震惊。而让网友们更加吃惊的是，就在鹿晗公布恋情之后，汪峰在微博发文谈起自己的音乐专辑，写道：距离我自己编曲制作的花火那张专辑已经17年了，在今天初写完全部歌曲之后，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想要表达的感觉，全新的感受，不同的角度，音色和音乐语言，如同一个人突然有话想大声的讲出。对于汪峰的此次发文，网友纷纷表示了心疼。此前汪峰就因几次都赶上了微博热搜话题而错过头条，大家都表示心疼汪峰，心疼汪峰一秒，汪峰老师你怎么又赶上这种时候，热门又没有了，要不是鹿晗出手，这个头条还真就让你拿下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